他要丢去哪儿了？拜托，不要碰骨头！跟着那条引线。黑暗之道是我的使命。这种痛苦持续太久了。承载屹立不摇，我的祖先终于有用了。黑暗之道是我的使命，拜托不要碰骨头。所有的生命都会终结。跟着那条引线。
连进家的都不一样。这个就不太好。黑暗之道是我的使命。太多选择了，这种痛苦持续太久了。去亵渎这片土地！我不要风骨头。我讲话真实在。苏醒吧，为你的王而战。去吧，去亵渎这片土地。这里不安全，不要乱飞。这个所在就恐怖。之名，征服一切吧。所有的生命
都会终结。我讲话真实在，不管是力量或魔法，你全都能承受。
承载屹立不摇。我讲话真实在。死者会听我号令。准备。停下脚步，不要乱喊，这里不安全。者会听我号令，准备。我把炸药丢去哪儿了？进家的东西，拜托不要碰骨头，拜托不要碰骨头。这里不安全，引起不愿意。黑暗之道是我的使命。这种痛苦持续太久了。我屌你！要丢去哪儿了？这个素材就丢不了。我什么都不会讲。承载屹立不摇。放血巨怪自由！放血巨怪自由！黑暗之道是我的使命。
定有办法。所有生命都会终结。